在公款吃喝越来越受到监督之时，这样的大吃大喝也开始从地上转入地下。在北京这个私密会所，一顿饭的价格仍然令人啧舌。现在一般都是988，988一位。就我们15人过来以后，然后多少钱？一般的话像1680一位。一顿饭人均上千元，更高级别的还可以达到人均6000多元。这样的饭局仍需要纳入监督之下，是否还有公款在消费？因为来这儿接触的领导，我们接触领导太多了。咱这开业是3年多了吧，应该。八项规定没什么影响啊？没有。那肯定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直接跟我们领导打电话。前两天不是2回新吗？这边也接到好多人，都是思想啊那边。